他说风雨中这点疼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哎。大家看到我的泡泡熊了吗？我的泡泡熊呢？哎呀，泡泡熊你还在睡觉，你居然还在睡懒觉。泡泡熊，泡泡熊，泡泡熊快醒一醒了，醒一醒。泡泡熊快点醒一醒，你这只懒熊。哦，让我来想个办法吧。有了，泡泡熊醒一醒，快看一看这是什么呀。你最爱的油条，油条，醒醒啊，快！泡泡熊，还有哦，你最爱的吃饭糕，吃饭糕，快醒醒起来吃早饭喽！泡泡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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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醒了，它醒了，对对对，泡泡熊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在这里哟，你连油条和吃饭糕都在这里哟，快走，我怎么又闻到吃饭糕的味道？来，好香，好香！婆婆熊它来了，好像真的有油条，好像真的有吃饭糕。继续走，继续走，不要停哦。婆婆熊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快看，我给你准备了早饭呢。哦，泡泡狐狸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！真的有油条和吃饭糕，我太开心了，谢谢你。泡泡熊，你今天又睡懒觉了，你怎么老是说不听呢？哦，泡泡狐狸，对不起嘛，我不会再睡懒觉了。好吧，泡泡熊，我原谅你，你不要再睡懒觉了。好了，大家，今天的 Vlog 马斯就到这里喽。我今天又睡懒觉了，真是对不起爸爸狐狸。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